喂，领导您放心，这次肯定搬。这怎么停电了？哎，这儿啊，经常停电，他们也来催我好几次了。你跟我搬到城里吧。哎，这房子。来，庆贺，这么多年没见了，陪爸爸喝一杯酒吧。我们一家团聚不容易，喝酒也要带什么？我先敬妈妈。对，先敬妈妈。孩子，爸爸不搬，就是想等你回来呀。